老公说要花2000在厕所的天台上修一个这样的或者这样的天台花园。我们把这个墙头给它整平以后哈，譬如打的跟那个水泥地一样平，然后瓷砖通铺过去，然后再做个栏杆，这边上挂点花香啊，然后种一些蔷薇爬上去就很好看了。如果这里弄一个天台花园，这个房间就更美了。现在开始喷这个瓦了，希望不要下油。以前的夯土墙大概有40-50公分厚，就算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还是屹立不倒。这个土墙还挺厚实的，这么厚是啊，非常结实，等下挖起来应该很费劲啊。嗯，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。这里我们给它锯一半啊，那边的墙就不拆了，锯到这里为止。嗯，好。80，我如果说夯土墙比砖墙结实，大家会不会有意见？现在修夯土墙的技术差不多失传了吧？我来试一下。好啊，你休息一下，你拿着。看我挖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要拿稳去啊，握紧。这80好重啊！不好重。那这么多泥巴挖在这里怎么办？等一下给它挖下去，然后拉走。这个泥巴拿来种花种菜很好哈。是啊，这个手土啊。治疗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已经。很久没干过体力活了，好累啊。那你休息一下，我来铲吧哈。好。我也是女汉子。不行，腰好痛。果然女人的体力不如男人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。你这是在放烟雾弹。屋檐下的夯土墙还要再往里面修一点，下雨就不会被淋到了。好，就这么，明天找水呀。你看你这一身汗水和泥巴，赶紧去洗个澡，衣服脱下来我拿去洗。好，今天请了燕子叔叔和堂哥过来帮忙倒水泥，说昨天老公的墙挖的不够深，还要往下挖一点，然后把房子旁边的路清出来，水泥和沙子好从这里掉到天台去。宁静的夏天。把模板定住。丢压那个。哎，方块青石板千年不换，弄点钢筋放在下面，打的水泥会牢固点。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。打水泥前要浇点水在土墙上，不然不会粘合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水泥打好了就要在上面浇水，不然会开裂，墙角下面的泥土也要清理干净，里面的草又长高了，叔叔帮忙清理干净，全部拔干净，不然真的会有辣条出现。和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，今天天台花园终于贴瓷砖了，先把木板拆下来，老公又搭了一个临时的脚手架，好运沙子和水泥上去。哎呦，你小心点啊，你没定啊。他自己也吓一跳。你吓我一跳，你个坏蛋。这上面也要给他固定一下。哎，你看这瓷砖花园都被撞破掉了。啊，哇，全部破掉了。我看一下啊，破了四箱。先背到天台上去。哇，今天万里晴空。师傅一大早就来了。下雨天这个位置有一点积水，窗户这里想让师傅坐高一点。就到这里啊。就比这个高2公分吧。还好请了一个小工搬水泥，不然老公又要挑沙子又要搬水泥，太辛苦了。地上的泥巴要洗干净才可以贴瓷砖，撒一点干水泥。
要不然我拉你一下，你手给我。小点。果然是老六。瓷砖选的是60×60的木纹砖。不要承诺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。在菜园摘点空心菜吃。我先来把饭做了，多煮一点，把狗子的饭也做下去。老公，吃饭啦！来了。你自己把饭装一下，我把菜等一下端过去。好。确实很香，今天米饭这么好吃，我要多吃一点啊。那你把小米那份也吃掉呗。那小米肯定要骂我。你沙子挑完了，你现在可以休息了。辛苦挑上来的沙子又要铲下去。你说你等一下挖下去会不会再挑上来？那应该不会吧？会有事情难以挡住。等一下，你把铁蛋的碗都给它盖住了。哎，铁蛋，你吃什么？全是沙子。扣了三箱够不够啊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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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三个西瓜汁，看这个西瓜红不红？哇，很漂亮！你不红，那就给吃不行。赶紧吃一下，太热了。夏天冰西瓜才解渴。还多啊，把这个水管拆了好听一点。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。微微笑，窗户这里要做高一点，水就不会进去。这次选的木纹砖太好看了，改造前改造后。